男人在床上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问以下这几句话：好了吗？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你想要他怎么回答呢？女人其实很在乎男人的面子的，女人很清楚，男人对自己行不行是非常重视的。一次配合，两次配合，三次配合，你觉得他可以配合你演一辈子的戏吗？爱是做出来的，有情有趣才叫情趣，真情实意的爱才是真爱。点击头像关注我吧，成长的路上让我们一同前行。